好，开心建成你有你讲，欢迎大家收睇澳门开港特别节目《向选民报告二》，我系今日主持人杨耀峰。首先啦，我喺呢度多谢寻日打电话上嚟观众同埋网上面留言嘅朋友噶。咁我哋今日咧会讲一讲关于议员嘅两年嘅议政成效。咁我哋邀请咗一位立法议员梁荣仔先生噶，仔哥你好。系你好，大家好。系大家好。咁其实咧。咁今晚咧，我哋就向選民報告啦，咁就會講講關於啦議員上任兩年以嚟嘅議政成效作出討論啦。節目咧亦都好歡迎廣大嘅觀眾打我哋電話2878-91922878-9192，或者通過熒光幕上面嘅網址或者 Facebook、WeChat 嘅互動交流，同我一齊互動噶。咁今日啦。是第五屆立法會啱啱完成了第二年的議會工作，今晚的向選民報告會 對我們議員對於這兩年的議會工作作出意見，他的意見和總結的。今天邀請了議員梁仔，仔哥，對於你是一個新的立法議員，你對於新上任了之後兩年，你對於現時這個立會工作有什麼的看法呢？這樣是，我是一個本身退休人士啦，咁今次第一次入咗嗰個議會入邊咧，咁我覺得嗰個議會咧暫時都係直選嘅人比較少啊，咁我感覺到希望來年咧或者下一屆啊，希望嗰個間選啊嗰個同埋嗰個官位咧比較即係比較循序漸進比較少啲，應該多啲。直選的人士入去咧，表達市民的心聲就比較好啲嘅。因為而家今屆我睇落初呢兩年我睇落好多嗰個官委議員比較咧就到有咩關乎於民間嘅問題之嗰、那個問題嗰時候咧，佢哋比較我唔夠得話佢哋唔出聲啊，就比較少啲意見咯，比較少咗意見啦。咁對市民嚟計就唔係幾好咯。我覺得係官委議員咧應該比較少啲好嘅，逐漸咁少翻啲，直選啊多翻啲啦。表達對市民嘅表達咧應該多啲比較好啲。咁就阿仔哥就覺得就係應該直選多啲，表達多啲市民嘅意見。咁我首先咧，我哋同事咧做咗一啲圖，總結咗一啲阿仔哥嘅一啲嘅工作嘅狀況㗎。我先睇睇我哋圖第一張圖啦，咁係講一講關於阿梁偉仔議員嘅質詢嘅工作，關於口頭同埋呢個書面質詢嘅。咁可以睇翻啦，咁全程裡面咧總數啦，咁我睇一睇，其實就係口頭質詢啦，總共係做咗9篇。而書面質詢咧係做咗40篇嘅，咁關於唔同嘅範疇啦，就喺熒光幕上面睇到啦，咁可能行政長官、行政法務啊、經濟財政司同埋保安啊，同埋社會文化司方面咧都係可能個位數都多啲，但係運輸公務司可能問題大啲，咁我書面質詢有13篇嘅，咁我睇一睇下一個圖啦，咁我哋總結佢嘅內容。咁另外嗰個咧就係講一講佢阿仔哥嘅一啲可能嘅質詢嘅一啲嘅方向㗎。咁可能睇翻啦，咁可能喺政府嘅問題比較多，所以阿仔哥嘅一啲嘅政府嘅諮詢方面咧，就大佔咗佢嘅總體嚟講係37% 嘅。民生方面係27%，而交通係10%啦，醫療方面咧係8%，咁其他可能係一啲個位數嘅，咁我哋遲啲再傾啦，咁翻翻嚟現啦。但係對於質詢方面，咁啊，而家問翻質詢方面啦，咁可能係政府方面嘅，你係見到啱啱係有佔咗大半嘅，咁啊37%。你仔哥，你對嗰啲政府嘅而家呢個工作方面咧，係達唔達到你自己心裏面嘅一啲要求？咁我呢兩年我書面質詢都比較通常我一個禮拜有一份書面質詢俾政府嘅，但係我感覺到政府嗰個答覆咧比較不是話好認真咁答嗰啲議員啦，同埋個時間咧就比較耐咯。冇咗一個準則，因為政府話有個規定，即係唔好話一定係規定，即係有個意見俾你咧，30日之內要答一答，要答議員啦咁。但係基本上都唔會有30日之內會答到你噶啦，肯定即係有兩個月答你咧，已經係比較呢個部門都幾快喎咁樣。咁覺得呢個係問題又唔係一個好健康嘅。所以我覺得。政府回答嗰個我哋議員嘅問答咧，就應該要比較盡快啲，同埋深入啲答覆，唔好話喺咁膚淺喺面頭答咗幾句説話咁啊算數，令到我哋嗰個議員咧交代翻俾啲市民嗰個問題之後咧，就好難交代翻出去，變咗令到好多市民覺得我哋
應承咗啲市民去做嘢，但係咧就答覆唔到啲市民咧，覺得我哋係議員做唔到功夫咁樣。但係我覺得書面質詢，我覺得政府應該有個改進嘅，仲有改進好大個空間，唔係話小空間，好大個空間，應該要加快啲答覆個議員，同埋要清晰啲答覆我哋議員咧就比較好啲。咁其實對於可能你嘅可能你每個星期都會有一篇你嘅書面質詢啦，但其實你對於可能整個立會嘅工作啦，加上你兩年可能已經有唔少嘅經驗，可能喺特別係可能諮詢啊或者其他可能係口頭答覆啊或者各方面嘅問題方面，你會對於可能現時嘅立會工作其實係你覺得係向好嘅方面發展咧，定係而家特別係你個人嘅工作嘅方面會唔會有提升？個人即係譬如我個人咧，我係譬如好多人都知道我一個比較退休後嘅公務員嚟做咧。咁喺立法會工作咗兩年咧，咁對我個人嘅見識咧，喺政府架構我已經有多少經驗啦。咁兩年之內咧，我覺得更加提升咗我好多嘅知識嘅。因為其他我以前係比較係保安部隊嗰邊比較多啲知識啊。咁其他嘅部門我比較少啊。而家我覺得。即係全方位咁接觸曬咁多個政府部門咧，咁我覺得對自己嘅人生觀念咧，即係有咗改進好多嘅。同埋我覺得又講翻啦，今次今屆呢個立法會第五屆咧，我覺得個政府之前咧，我初入去嗰陣時咧，政府答覆啊或者做嘅嘢咧就比較慢，同埋冇咁向上，冇咁即係我。講個唔係好識講嘢，我講到冇咁長進咁啦。但係今屆咧就我覺得比較好咗啲，換咗幾個司長啊，咁或者如果對答我哋嗰個書面質詢就比較快咗啲，就唔好話好快，就比較快咗一啲，同埋答覆就比較好咗啲，但係都係還有好大嘅空間要改進。即係你覺得其實真係嗰個可能係立會嘅工作，其實係可能議員同埋嗰個官員嘅溝通方渠，即係嗰個方向書面質詢或者口頭質詢嘅嗰個速度，可能嗰個係本來已經係慢咗。咁對於可能議會工作其實都有問題嘅。咁其實仲想問，因為向選民報告啦，始終我哋要向選民交代翻。你哋喺選舉嘅時候咧，其實我睇到你嗰個面敢言直説、全職服務同埋維護公義嘅一個口號嚟去參選嘅。咁想問一問喺呢兩年嘅議會工作裏面，你覺得喺呢個政綱裏面咧，你做到幾多成，或者俾到自己幾多分？做到幾多成咧？我哋就盡我哋嘅能力去做噶。你話？我本人幾多分咧？我又唔敢講幾多分啦，但係我又唔能夠話好似俾翻個波俾市民啦，係嘛？咁我覺得自己都係啱啱合格啦，因為我始終都係經驗淺，經驗淺啦。咁喺呢兩年內咧，我都盡量係學識多啲嗰個議會入邊嘅個規則啊，同埋嗰個行程啊、行動啊咁樣做法。咁我覺得。暫時我覺得都算是啱啱合格咁啦，希望多啲市民再俾多啲意見我啦，或者認為我做得唔好嘅，可以而家可以打電話上嚟啊，鬧下我啊，話下我啊，應該點樣改進啊咁樣啦，係啊，俾多啲意見我啊。咁我哋全職嘅問題咧，我肯定係100%全職議員。我同阿高生都係全職議員，因為我哋個辦事處咧就喺公職人員協會入邊嘅。我哋每一天咧。除了禮拜六、禮拜公眾假期，我哋每一天咧10點已經喺度嘅。我或者高生是但一個，一定要喺個協會入邊嗰個辦事處入邊嗰個喺度睇今日個報紙啊，同埋了解下社會嘅問題啊。我哋一定喺度知道晚上7點或者6點半啦，唔好話6點半至7點之間，我哋先至離開呢個辦事處嘅。所以每一日有市民。嚟到呢個協會揾我哋咧，我哋一定會喺度，一定會接見佢哋。除非係公眾假期，如果或者你唔方便嘅，我哋會喺電話聽到電話預約，我哋都會預約佢哋嘅。我一定要喺度嘅，唔會話去到個議員辦事處，兩個議員都唔喺度嘅，我哋絕對冇呢樣嘢。所以我感覺到我係全職，而且我冇兼職。我係退咗休，我冇其他工作嘅，我係做呢份工作嘅啫。所以我可以接受市民的挑戰，你幾時找到我或者找高生，我哋兩個是但喺度，除非有病啦，咁我唔喺度。但你始終
我唔喺喺辦事處都好啦，阿高生都喺辦事處。高生有時唔喺度啦，我都喺度。好似而家咁，立法會放假啦，咁啊高生可能有啲業務佢出咗外啦，我本人都會喺度。係。我每日都喺度，每日都喺度，每日都喺度。到高生翻嚟，咁其實有一個其實坊間或者可能係市民有少少問題嘅想問嘅，因為你同高生咧其實都係一個本身一個公職人員，而家就算係嗰、那個協會或者可能議員辦事處，佢都係叫喺公職人員協會裡面。咁其實可能會唔會話有俾一啲坊間嘅人覺得你只係為公務員去著想嘅啫？咁我哋市民普通市民低下階層嘅話，揾你都好似覺得誒、好似爭咁少少嘅，有少少距離嘅。咁你覺得會唔會係咁？初初會有啲、但係我哋而家個會咧改咗嗰、那個。協會啦，講協會先啦，改咗個章程，唔係公務員嘅市民都入得我哋個會嘅。咁所以我哋個會基本上每一日接待嘅市民咧，唔係一定公務員。而家係起碼80%至90%咧係市民嚟嘅，公務員反而嚟我哋嗰度投訴啊，或者有咩問題問我哋，比較少咗添。反而係80%係市民，一般市民嚟向我哋嗰度求助。我哋基本上係唔會係你係公務員好，咩人都好，甚至無係菲律賓人，唔係澳門本地人都要嚟我哋個協會度求助，我哋都會幫佢。好，咁啱啱阿仔哥咧就講咗，佢同市民係零距離噶。咁我而家就有呢個市民在線謝小姐噶，向阿仔哥提問噶。謝小姐你好。係你好，你好，謝小姐。係你好啊，你好啊，阿梁榮仔議員你好。謝小姐你好。啊，咁樣咧因為過去咧咁多年咧係新一任嘅議員啦。係。咁喺各方面咧就應該就可能俾市民嗰個印象咧，就係陌生咗啲。咁但係咁我就希望咧，梁議員咧就多啲見市民，多啲聽市民嘅意見，同埋咧，如果有市民嚟求助咧，就去了解多啲市民嘅個案。咁咧做到咧係真正係做到議員當選咗之後嘅承諾。俾市民一個好嘅印象啊，同埋感覺到。公職人員協會咧，嘅議員咧係真係幫到市民。咁啊，高生有咁多年經驗啦，咁啊，阿梁議員咧，你同高生兩個咧就係 partner 嘅，咁應該係冇問題嘅。咁啊，但係有時高生啊出去公幹啊，咁啊梁議員咧，你就喺公職人協會裡面嘅公會咧，就好多市民嚟投訴嘅，因為高生以前曾經都講過噶啦，每一日都好多個案，每一日都好多個案嚟投訴，因為市民對政府已經冇信心啊。咁我哋信賴嘅最親嘅民嘅就係議員，我哋對議員咧就係比較係信賴嘅，因為我哋有乜嘢事咧都會第一時間嚟反映俾議員聽嘅。咁尤其是直選啦，直選議員啦，咁啊市民就更加信賴佢哋啦。咁我希望咧下一屆第即係新一屆嘅時候咧。我哋嗰個政府啊，喺選舉嗰方面咧，仲更加把關，嚴厲咁樣執法，唔好再有賄選啊，或者買票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係真正做到全民普選。咁我希望我哋立法會上邊多啲直選議員啦，咁啊，梗係好多市民都希望，因為真正可以代表民間嘅聲音，同埋知道市民係需要啲乜嘢。太多官位啊！即間選都有好嘅議員，咁太多官位你知啦，議會上有啲官位即係講嘢都即係有少少唔係咁稱職嘅，咁我希望我哋議會能夠改革啊！嗱，我哋新班子都換咗啦，司長，點解議會上面啲官位唔換咧？咁係咪我哋政府有問題咧？我哋見咗裏面就冇乜進步嘅，咁希望阿梁榮仔議員咧就喺議會上面咧都多啲提。我哋嘅意見，希望要多啲係直選嘅議員。好，多謝。咁對於就幾阿謝小姐啦，咁對於可能係一個議會嘅組成啊，各方面選舉嘅方法有唔同嘅意見啦。希望仔姑可能未來嘅工作幫到佢啦。咁我哋之後仲有一位家庭觀眾紀小姐在線嘅，紀小姐你好。係梁議員你好。你好。係，首先咧，我想表揚下梁議員咧，喺呢兩年入邊咧，對市民作出嘅提案啦。例如是動物方案啊、家父方案等等，我哋是知道的，
希望你繼續努力，但是有樣嘢咧要補充一下噶，就係交通部嘅執法行為啦。因為呢件事咧就發生喺我自己身上嘅，咁就喺咁我就喺八月十二號嗰日咧就喺路氹迴旋處嗰邊發生咗件交通事故，而我係實線喎，有部車就過實線撞埋嚟我度，之後我就唔知點算，後就 call 咗個交通警啦。咁當交通警員嚟到嘅時候咧，又冇影像又冇劃線。而當時我又冇帶部電話喺身，只有個朋友喺隔離。咁我哋梗係信交通警員噶啦。咁點知諗都諗唔到，就令到我哋好失望嘅就係佢淨係叫我哋簽咗份嘢，就叫我第日咧就去民事索償嗰邊追討翻啦。咁我想問一問個交通部嘅執法嗰方面點樣為之係公平公正咧？希望梁議員咧之前都身為一個為民服務嘅公務員。好希望你可以俾一個明確嘅指引我哋，等大家咧就唔好好似我咁樣咧就求助無門咯。係，明白。好，啲先仲有冇其他嘅意見俾阿仔哥？冇啦，唔該。好，咁多謝你先。咁啱啱兩位嘅小姐啦，咁佢其實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仔哥你有冇回應？哦，咁啊好啊，多謝兩位市民先啦。咁第一位啊謝小姐啦，咁我都好贊成謝小姐嘅講法嘅，即係。議會做多啲直選咧，直選議員咧就係比較多啲能夠同市民出曬聲啊，反映多啲真實嘅意見俾上邊啦，咁政府先至知道嗰個民間嘅發生咩問題啦。如果係官位太多咧，變咗係佢哋反映意見上去都係成一個疑問啦。同埋我好多謝阿謝小姐俾咁多個意見我嘅，我哋咧唔止係直接見係。公務員啊，市民我哋一定係接見嘅，好多一定係接見嘅。啊，關於紀小姐嘅問題啦，嗱，我又唔係好明即係唔係喺現場啊，唔知嗰個實際情況點啊。交通警通常交通警員喺現場咧，佢應該就冇立場表達佢個立場，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嘅。通常咧，佢做咗佢個工作嘅動作之後咧，就應該係交翻俾交通事務。交通部嗰度咧，嚟開一個小組，然後先至決定咗邊個啱嘅機會大，邊個唔啱嘅機會大咁嘅意思啫。但係如果係雙方都有各自有個理據咧，嗰件事咧就應該去檢察院嘅。所以我覺得你紀小姐咧，如果你有疑問咧，應該上翻去交通部咧了解翻你嗰個案情。同埋嗰日子嘅案情嗰度嗰個問題，如果你發覺都係有啲問題嘅，你可以係。去我哋嘅辦事處度，我可以幫你大家研究下呢個問題啊。可以呢個問題，我哋大家嚟傾談下嘅。但係基本上咧，交通部嗰個執法警員咧，暫時我頭先聽你咁講咧，佢又冇乜話偏幫邊個嘅啊，係咪啊？冇乜話偏幫邊個嘅，希望大家了解下呢個實情啦。好多謝，咁啊，多謝仔哥一個回應啦。咁我哋之後咧會再傾一傾關於仔哥一啲可能翻案啦，其他可能議會工作嘅。我先去做一去啲天氣，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好，翻嚟澳門開港嘅特別節目《向選民報告》噶，現場咧，我有立法會議員梁榮仔先生噶。咁而家咧，我哋 WeChat 在線有一位蘇生噶，同我哋表達意見，同埋向阿仔哥表達呢個意見噶。你好，蘇生你好，係，蘇生係收到我個聽到嗎？聽到嗎？首先同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聽到啊嘛，係咪？係聽到。請講，你對阿仔哥嘅工作啊，或者有咩意見咧？基本上喺即係對於一個梁議員同埋高天士議員嘅呢一個組合咧，其實我哋係有目共睹喺澳門人入面，即係講緊一個土生社區又好，一個澳門人社區又好咧，都其實都知道佢哋係即係對於呢一個立法會入面嘅工作都係不遺餘力噶。咁其實即係基本説話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問題，或者會交俾阿梁議員或者高天次議員，因為佢哋兩個已經夠忙噶啦。OK， 咁基本嘅今日即係想話會即係首先喺度鼓勵先啦，咁鼓勵翻阿梁議員再積極啲發言啦，咁樣即係成時都係見到高議員去不停喺度口頭質詢啦，咁我都希望你喺作為一個佢嘅競選嘅拍檔之餘，都希望你會有你自己嘅光芒啦。咁其實基本上我喺
剛才在一個鐘頭前在 YouTube 度咧都不停喺度睇關於你嘅對於口頭質詢嗰方面咧，其實我真係要俾一個 like 你嘅。點解咧？因為你一句説話咧就完全可以道破咗一個立法會一個即係用肺部講嘢嘅一個理念出嚟嘅。點解咧？因為真係有一啲議員咧，真係咧身在其位而不居其而唔去做佢應該應當而份嘅工作，而你同阿高議員咧兩個真係得嘅。咁同一個時間都想知道你會喺呢一個任內，除咗會鞏固翻你、明聽翻你平時嘅日常嘅對於口頭質詢嘅工作以外咧，你對外或者對於社區咧，你會唔會對於民面咧會唔會再加多一步，或者會做多啲咧，或者俾多啲力所謂嘅一個 timing 去再俾多啲去做一啲嘢，即係 do 我哋 community 咁樣，我都好想你啦。咁啊，等你回覆我啦。OK， 拜拜。多謝你蘇生嘅。咁我哋另外仲有家庭觀眾啦，袁生在線嘅，袁生。你好，你好啊，主持人。袁生，你對於梁仔議員嘅工作啊，同埋咩意見？就點解接上一次嘅啫，梁議員。係。我哋做個議員嘅一個代表嘅性質，最宗旨就係為咗市民。我要敢言嘅，該係要敢言嘅，符合客觀問題嘅，我就要敢言。但我做翻我哋自己嘅本職，無論幾多官任又好啦，公然出嚟話吸煙有害健呢個吸煙咧有利於健康嘅嘢。他都夠膽講嘅，法律不負人情嘅咁樣，呢啲公然係同法律挑戰嘅。官任議員佢都響議員上公然係咁講呢一番説話，係嘛？對市民提出嘅所有嘅問題咧，公然咧就係以民為敵噶。係咪？咁第一個啦，唔單止係以民為敵喎，中央下達咗落嚟嘅，就呼籲我哋咧，喺深層次嘅市民嘅矛盾問題咧，認真去思考，認真去解決所有嘅問題，呢啲都係民意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問題上，喺呢幾年嚟，佢哋有啲議員咧，直選又好，間選又好，佢要叫曬票上，早都要。係嘛？你一定要相信呢一樣嘢，有因必有果，係嘛？咁最近咧有某些我唔提邊啲啦嚇，有某些亦都係被法院判咗嘅。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嚟㗎。咁我哋係咪要提議一樣嘢？阿梁議員受賄與賄票一樣咧，同一罪罪行咧。好似香港呢條法律係最公平啊！一冇問責，係嘛？啲問責根本都係唔及大陸嘅地方政府嘅一半。而家反貪我唔想再講啦。咁你如何呢兩個問題解決咗之後，你如何可以先可以達到呢個陽光政府嘅最佳標準咧？呢個問題咧，我哋係有待於去探討嘅。你睇我哋嘅市民而家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嘅生活，住嘅又唔係，食嘅又唔係。其實我哋講深一層，表面睇落係靚，西方景靚，係咪？咁所以咧，希望嚟緊啊呢個任期內嘅梁議員你咧，你嘅當然係我哋向市民嘅報告，但係我僅本人咧一個普通人一個普民咧，亦都向你嚟致敬啊！多謝。係咪？起碼你做咗嘢，起碼我為市民做咗市民真正客觀存在嘅實質問題。但係你冇人冇用㗎。人多黑人少啫嘛，而家入邊係嘛，擺到明㗎，而家睇得到㗎嘛。好啦，咁我咧就算所講嘅嘢咧，就剛才所講呢個字就咁多啦。好多謝你，袁生。咁我哋下邊仲有一位馮生在線嘅，馮生你好。阿梁議員，你好。馮生你好。係，我想啦，阿梁議員咧喺嗰個議會度咧，叫嗰個立法會嗰度咧，仲有啲小組會議咧，叫佢公開埋俾我哋啲市民知，因為咧佢唔得透明啊，我覺得即係啲小組會議啊，淨係立法會開會先至睇到啫嘛，小組會議咧唔知點解有咩問題咧，佢硬係唔中意嗰啲傳媒啊，或者啲市民知佢入邊開乜嘢嘅喎即係佢成日講陽光政府啊嘛，唔係得個講字噶嘛，要做噶嘛，但係講開陽光政府咧，嗰啲官員啲財產分佈啊，我十分之唔滿意啦。即係我了解過啦，啲中級公務員咧就好多嘢咧都好透明嘅，佢要佢報得好透明啊，即係公報得啊，即係佢報得好透明。但係啲高官咧
就唔係好透明嘅喎，好似例如啊特首咁啦，啊佢自己啲親親戚戚啊、老婆啊做咩生意啊，應該你都要公佈埋噶嘛，係咪先啊？嚇、嗯嗯啊，你仲比大陸咧仲落後，大陸咧都有啲高官啊，佢啲親屬啊、兄弟姊妹啊都要公佈埋。一個廉潔嘅政府唔係講噶，係要做嘅、嗯，啊做你先至可以做出嚟俾你。如果你冇嘢嘅，你公佈俾人聽、俾人睇，有咩問題啊？是不是先、嗯、啊？即係我希望梁議員咧，就去喺立法會度咧，就誒講、多啲，要嗰個陽光政府咧，就真係陽光，係、嗯、有紫外線嗰只，唔係攞嚟飲嗰只啊、嗯、啊！好、okay. 啊，我講啦。好嘅，多謝多謝。多謝啱啱嘅三一位 WeChat 同埋三位嘅電話觀眾嘅一啲內容嘅，咁我俾阿仔哥回應一下啦。咁蘇生佢就問對於你嘅任內工作嘅進度啦，同埋對於可能社區嘅工作會唔會增加啦？咁啊，袁生咧佢對於你可能係對於嗰、那個工作係咪要感染咧，更加感染咧，付出咧，對於民政方。而馮生啦，嗰、那個對於公開小組會議呢個內容啊，同埋一啲係財政啊透明方面咧嘅一啲意見嘅。阿仔哥先回應下。好啊好啊，多謝三位嘅市民。我首先好多謝阿蘇生俾個鼓勵我哋先啦。咁我哋將來嗰個民生咧，我哋都好比較關一樣係關注嘅。即係我哋我同阿高生咧就係、同一個 team 咧，就有少少內部咧有少少分配嘅。咁我比較注重係政府部門嗰方面多啲嘅、嗯，民生我都會一定同佢一齊係一定係注重。我哋最主要個民生咧，我哋而家最關注咧就係將來個填海地嘅問題。我哋而家係非常之關注緊將來個填海地係有冇還地債嘅問題，因為政府而家咧係閃閃縮縮，閃閃縮縮，又話有，又話冇，又話有，話冇咧。咁我本人覺得咧，政府係講緊大話。嗯。基本上，我同一般蘇生好，一般嘅市民，我覺得政府對呢方面咧，我對佢冇乜信心嘅，尤其是將來嗰啲地嘅問題，我覺得佢係有好多嘢隱瞞緊我哋嘅，所以我哋一定要追問佢呢個問題，一定要加倍追問佢嘅問題。關於咧阿阮生呢個問題，佢講到廉政公署嗰個問題咧，同埋個組別嘅問題咧，嗱，而家個組別咧就過咗啦，咁我希望將來有選舉嗰陣時候，如果發生咗一個有人投訴咗賄選嘅問題咧，我覺得廉政公署應該要有一個快速嗰個問題，要快速處理嘅問題，即場要或者要即刻要處理一個問題咧，唔好能夠拖到去兩三年後咧，兩三年後處理咗呢個問題之後咧，嗱雙方面對市民又唔公平，對個組別又唔公平，係咪啊？即是我覺得廉署同埋政府各方面一定要。因事而做嘢，因為這個選舉咧係一個比較快一個時間過去嘅問題咧，所以我覺得係應該嗰個特別要處理，咁樣先能夠回饋翻市民嗰個知情權嘅，唔好能夠三兩年後先至話呢個啱呢個唔啱咧，係對雙方面都係一個唔係好負責任嘅。咁跟住阿馮生嗰個問題咧，我同阿高生不嬲喺公開場合都講呢、這個。立法會小組討論的時候咧，我哋希望係有記者嘅，公開咗好多次嘅，可以俾記者可以入嚟採訪或者現場錄影，因為大會都可以啊，點解小組唔可以咧？因為我哋呢、這個都我哋啲都俾咗個立法會主席一個考慮呢個問題嘅，但係佢未有回覆我哋啫。我哋即係對呢個公開呢個問題，我哋係。持公開態度嘅，我哋係好接受呢樣嘢嘅。咁其他議員有冇意見咧？我哋又唔敢肯定啦。但係我同阿高天志議員咧就好肯定呢個小組咧都有記者在場，我哋都係冇意見嘅。我哋係好接受嘅。咁關於嗰、那個高官嘅財產公佈問題咧，咁我覺得應該一定要啦，尤其是特首添啦。特首係一個政治一個。主要人物應該更加要公開佢個財產申報啦，因為其他嘅公務員個都要公開啦。但係實在公開都唔怕㗎，好似我哋有議員公開咗成百個鋪位，有乜問題啫？如果你係正常嘅個手續做翻嚟嘅，公開曬冇問題㗎。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自由社會嚟㗎嘛，澳門一個自由社會嚟㗎嘛。自由經濟社會嚟㗎嘛，如果你合情合理合法嘅，多多物業都係冇問題嘅，合法就得㗎啦。
啊，所以我覺得阿阿遠生呢個問題，我覺得好健康，好好。我應該喺議會度應該要提出呢個問題，應該要公開都冇問題，要其他高官啊，甚至特首啊，同埋司長啊。應該要公開曬佢啲財產，同埋佢啲家屬啊，都應該係冇問題嘅。我覺得應該要咁樣做。好，咁多謝阿仔哥嘅回應啦。咁其實咧，咁立法議員啦，咁最重要嘅工作就係立法啦。咁我睇一睇關於阿仔哥，咁其實喺立法會裡面一啲呢個重大嘅表決一啲記錄啦。咁我睇到啦，咁其實上面睇到啦，家暴法咁樣贊成嘅。咁對於2014年嘅財政預算案棄權嘅，咁可能其他可能睇翻啦，咁反對嘅可能係。特首同埋主要官員加薪一般性表決咧係反對嘅，另外咧就係特首呢個同埋主要官員加薪法嘅細則性表決咧，你都係反對嘅。而另外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喺比較新啲嘅啦，咁嘅可能係嗰個撤回氹仔北區呢個規劃辯論動議裡面咧，佢都贊成嘅動物法啦，同埋呢個輕軌走線其他你都贊成。對於可能係2019年個普選方面咧，其實個官都睇到，其實都係贊成嘅。咁其實對於可能可能係議案啊，或者可能係法案嘅一啲表決啦，咁對於阿仔哥嚟講，咁可能過去兩年啦，或者可能你哋會，咁其實有唔少嘅可能法案向提供，好似啱啱幾少都提及到可能動物法啦、家暴法啦，同埋現時仲未通過嘅工會法。咁你其實對於呢幾法案同埋通過咪未通過嘅意見咧？咁嗰啲呢幾個法案咧，就家暴法啊、約束法啦、啊，而家政府都有個提案出咗嚟啦，咁我無謂再喺度提啦。工會法咧，就是、政府遲未有法咧，未有一個立法上嚟咧，我覺得係一個我自己都有一個問號喺呢度，因為呢位周邊地區咧都有工會法㗎啦，由中國大陸都有工會法，台灣啊都有工會法，有工會法唔係一個洪水猛獸，我覺得政府唔使驚呢樣嘢㗎。好像最近的工人啊欠薪的問題啊，走到出街 去投訴啊，好像今天看報紙說昨天已經有啊，在13樓的竹棚那裡提出抗議啊，那這些是影響到澳門的形象的。如果是有工會法，有個工會跟他出頭跟他出面向勞工局啊，或者向政府部門提出你的意見啊，提出他的問題啊，咁大家啲工人就唔會走出街頭啦。好似最近呢幾個月咁，啲工人走到去中聯辦投訴，走到出街攔住啲車，瞓咗喺街度，人哋以外國以為嗰度係發生咩大問題，咩暴動添，原來係工人冇糧出，欠薪啫嘛，咁少嘅問題，點解啲工人都會去到一個國家層面嗰度投訴咧？唔係向一個政府部門投訴咧，因為工人對呢個政府部門冇信心，所以去到嗰個國家層面嗰個部門咧投訴，所以嗰樣嘅問題咧係影響到澳門嗰個形象好緊要。如果係有工會法咧，工會可以代佢出頭。代佢出去同資方傾，同佢政府傾，咁變咗好多事情咧，就唔會搞到咁複雜，咁國際性嘅問題，影響到澳門嘅形象。我覺得工會法咧，政府包出嚟拎出嚟討論，唔係一個洪水猛獸，我覺得係應該盡早拎出嚟，仲加好，因為而家啲澳門嘅六間博企啦，兼計又而家再有咁多間大酒店出嚟咧，我覺得應該係工會法應該盡早出台咧，比較。對工人啊，對資方啊，對政府嘅形象都好好嘅。但係現時好似呢個工會法啦，之前我睇有其實都一直都留意，係法立法會其實都係一般都係被否決嘅。咁其實你現時覺得其實係阻力喺邊度嘅？阻力係即係嗱，我哋通常幾次提出嚟嗰個立法嗰個通過嗰陣時候咧。通常我哋即係直選議員都比較多嘅，比較多贊成呢樣嘅，係比較遺憾啲係官委議員咧，同埋一部分間主員，因為佢哋嘅比例比我哋直選議員係多好多嘅，咁變咗係通常都過唔到佢哋嗰幾關咧，變咗係好難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係政府提出嚟咧，我諗過個機會就高好多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政府應該盡快。提出呢個工會法俾立法會討論咧，
咁啊比我哋比較好好多。另外咧，咁關於最近來咧，其實有一個議案就係公共部門勞動合同制度嘅，係一般其實係一般性係四月23號嘅時候，一般你係反對，但係去到現時即係前幾日嘅呢個細則性討論咧，我見到其實睇到內容有部分你係反對，有部分係贊成嘅。咁啊，對於其實呢個合同嘅裡面一啲可能細則性方面咧，反對嘅內容嘅觀點係乜嘢？我係啊，我有個。小組嗰方面，跟住最後個討論嗰陣，我又有幾樣又係反對。咁第一，佢啊政府有個好處嘅，一散位啊，其他合同咧轉為公共合同咧係一個比較好嘅，同埋佢整合咗之後咧，每週工作36小時咧，就平均36小時咧，對工人啊比較好好多嘅，唔會話有啲40啊，有啲40幾啊咁樣。但係我反對有啲問題咧，就係嗰個返聘嗰方面咧，我覺得。即係佢做滿咗5年後咧，有行為良好啊，行為分啊十分滿意咧，咁可以離一佢可以辭休職離休職2年之內，如果嗰度有職位咧，佢可以即刻翻嚟做翻原職位，唔使考試，唔使即係唔使評核啊，唔使再考嘅。我覺得我驚呢度乜嘢咧，我就驚呢度有任人迷親呢樣嘢喺呢度，因為佢。反聘翻佢翻嚟嗰陣時咧，冇其他嘅要求，冇其他嘅條件啊。如果你有交翻啲條件俾佢咧，咁我個可以接受。但係你無條件，一有個位俾佢咧，就佢可以翻嚟。嗱，有呢個位喺度咧，佢可以入張紙申請翻嚟做咧，就即刻俾佢翻嚟做。咁覺得我覺得我呢樣咧比較危險咯，比較危險嘅入人迷親呢方面啦。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條件，你要翻嚟咧，根據咩條例，或者甚至無要再考多次。考多次入職試嘅，咁我咧就感覺到比較就公平啲咯。如果你就唔入翻嚟咧，我覺得有個危險性喺呢度。咁另外有一個離職補償嗰度咧，因為呢離職補償咧係嗰個工人唔係就自己去辭職嘅，係你嗰個政府係唔需要呢個工人啦，要即係講句唔好聽，叫無理解僱佢啦，唔愛呢個人啦，但係你補償翻俾佢咧。係補償翻有個限額，係我限額，我覺得冇可能有限額俾佢嘅，因為你係無理解僱佢啊嘛，佢唔係呢個工人，佢唔係自己願意離開呢個崗位噶嘛，係你要炒佢或者你唔幫佢續約，我唔需要呢個人啦，佢又冇犯錯嘅，咁你係要唔愛呢個工人，但係你補償翻嘅金額俾佢，你又要限額喎，我覺得係唔公平咯呢樣嘢，所以我就否決咗呢個問題咯。但係佢啱啱我聽到你其實就話嗰個可能佢會唔會係照個勞工法而去定呢個額，因為可能佢覺得係咪可能係市場都係咁嘅價，咁佢會定呢個價俾翻嗰個可能要解僱嘅員工咁樣，所以因為佢之前咧有咗係一個解僱佢咧，有10年咧就每做滿10年咧，就有每一年咧有20日嗰個價嗰個日嘅計翻俾佢噶嘛，咁如果佢做滿咗30年啊，咁你咪超出咗你嗰個限額咯。同埋佢個限額之中咧，佢個薪俸點咧就300點，最高就300點。或者嗰個工人佢去到350點或者400點，嗰啲會對佢唔公平咯，係咪？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我唔能夠接受。好多謝仔哥嘅一啲回應噶，我哋先去廣告，我哋翻嚟繼續向選民報告二。好，翻翻嚟澳門開港向選民報告二噶，咁我哋現場有立法會議員梁榮仔先生噶，咁我哋現時有家庭觀眾陳生在線嘅，陳生你好，你好啊，你好，陳生，主持你好啊，你好，咁咧啊，議員你哋同埋你哋嗰個公職人員會啊，高議員咧，我哋眼見咧係何你都好為市民做好多嘢噶啦，包括我哋啲長者啊，同埋啲公務員。但是呢我又有句說話呢想問一下你，我覺得奇怪。第一，我們由普治時期到現在，公職人普治時期，公職人員都有那個宿舍的，公務員宿舍的。但是為什麼回歸後沒有了呢？同埋還有一樣問題呢，就是呢我們的長者，我們特區政府同埋包括那些食飽無憂米那些保障，他就說我哋家居安老諸如此類，特區政府就話冇嗰個地方做嗰個宿位，我哋長者嗰啲宿位，因為我哋長者咧老嗰陣時咧就係要人哋餵食嘅，
同埋大小便失禁嘅，沖涼啊、抹身咁。你話家庭嗰啲仔女或者嗰啲女嗰啲新抱，佢會唔會做到呢啲咧？偶一為之，佢哋會做到。咁樣咧，但係咧，我哋特區政府包括埋我哋公務員嘅宿舍又話冇地方啦，嗰啲宿位又冇地方啦。但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喎，點解嗰啲澳門嗰啲其他嗰啲社團？佢大部分都佔用咗政府嘅工產做佢哋嘅會址，或者做唱歌跳舞玩遊戲嘅。咁但係議員你哋喺立法會亦都提出呢啲問題出嚟。我又有一個問題，如果特區政府啲官員佢哋當你哋係發瘋嘅喺度唱歌啫，咁你哋有咩辦法可以要求到壓迫到佢特區政府啲官員盡翻佢做佢嘅本分的嘢出嚟向你哋交代咧？好多謝你啊，陳生。咁樣咧，仲有下一個電話，黃小姐。黃小姐。係黃小姐你好。嚇。係你對於梁榮仔議員嘅工作啊，或者呢個議會嘅工作有咩意見？係主持人好，梁議員好。係你好。梁議員跟高天慈議員，確實。做的工作很好，真正的直选议员呢、吴国昌啊、欧耿新呢、反正直选议员呢、其实在议会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替民众讲了很多话。我希望呢，这梁议员以后会再接再厉，更加上一层楼。刚才我很喜欢听梁议员讲的关于土地问题哈、现在就是。炮竹厂的还债问题，他一个炮竹厂因为什么保育就要还他八个足球场这么大。其实我在上次这个联华卫视都讲过，这确实得让我们议员去监督政府，他不能黑箱作业。这因为现在澳门的地就很少了，青年人就是加新城公务员的那个青年人都没有，不能安排到新的经济房屋里，还要抽签，这都是很大的民众生活的最大的问题。他们都做厅长的，现在都二十几岁了。因为我想让议员和政府部门应该好好的研究，希望你们更好的监督土地问题。刚才一个陈生也在讲了，老年人建这个什么也没有地，公务员的宿舍也没有地，啊，他又去还债。真的，你为了修路可以，修这条路去邀请别人去，你给我这块地，我可以还你一块地。你一个炮竹厂需要这么大的保育吗？你黑箱作业，那欧文龙事件已经都结束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地要还？所以很多民众在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梁议员跟高天慈议员其他的这直选议员更加监督政府，为市民讲话。好多谢你啊，黄小姐。咁我哋之后仲有两位家庭观众，有个陈小姐先，陈小姐你好。系你好，系你好，同事，你对于阿梁仔议员你嘅工作有咩意见？我系好支持阿梁议员嘅，因为咧佢做咗呢段日子咧，的而且确系提交咗好多个法案，例如系嗰个租赁法、家暴法，同埋工会法，咁咧就亦都另外有一个系黑沙咪标嗰度咧。真係令到澳門市民咧，佢即係黑沙海灘嗰個咪標嗰度咧，佢係可以令到我哋澳門市民揸車過去咧，就而家咧啲一家大細嗰啲咧就有好多車位泊。咁咧之前咧，因為經常我哋成家人過去咧就冇車位泊，泊曬啲舊車。咁啊，好多謝你哋，希望阿梁議員繼續為我哋市民服務。好多謝。好哦，咁啊，高小姐，仲有一位，我哋仲有一位高小姐在线嘅，高小姐你好，晚安啊，你好，主持梁议员你好啊，你做咗好多工作，好努力，但系可惜你就根本上就冇能力，佢政府唔理你，你亦都
催佢唔漲，亦都頂佢唔順，佢又唔理你，你咪寫咯，你寫啲書面質詢就好，口頭質詢就好。其實各方就有好大憲制權力去監督政府嘅，可惜我哋嘅組成實在冇辦法啦。咁你盡能力啦，廢下都好啦，講下都好啦，就出下氣啦。但我又想好想講下喎，舊年十月開始咧，轉咗糧去蒲國嗰批退休公務人員，雖然呢件事唔係你哋搞出嚟嘅，係某一個社團去告我哋啲房屋津貼，你哋就幫我哋簽曬名，到而家成年啦。你哋又回音又好，乜都冇，啲老人家就喺度聽，有啲聽到死都未收得翻啲房屋津貼。佢哋轉咗留喺葡國，但佢冇收機票，冇收行李費嘅。雖然呢件事咧就係某個啲退休社團搞出嚟嘅事，搞到一頭煙一頭髮，走去告法院。佢哋收咗機票，收咗行李費，佢哋走去告法院，又累到撈啲又冇曬。呢件事上面咧，政府其實就一不嬲都好寬鬆處理嘅。呢啲奧葡時期退休公務人員咧，佢哋只要唔收機票、唔收行李費，佢哋就有房屋津貼嘅，不嬲都係咁樣嘅。但係唔知嘣一聲，有個唔知乜嘢偉大嘅退休人士社團就走去為咗百幾人冇得收，因為嗰啲人貪心啊，收咗啲機票，收咗啲嘢咧，就轉頭翻嚟澳門定居咧，又想攞錢，又想攞房屋津貼，而家累到過千人冇曬。你哋好好人，要我哋去簽名寫信，但到依家一年啦，又大家都冇聲氣，你哋又唔記得，又唔理我哋，我哋問你哋，你又唔睬我哋，我唔知啊，咁啊乜乜乜乜點咧？嗯，点咧？呢件事点咧？好，我哋等阵叫阿仔阿梁永仔议员帮我回应你啊。咁多翻翻嚟现场先。咁其实啱啱阿陈生阿黄小姐，其实陈小姐佢哋讲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啦。我亦都见到，我亦都系睇咗呢啲质询，都有呢啲咁嘅质询嘅。你点样回应翻佢哋咧？嗱，好多谢呢四位观众嘅市民嘅问题。我首先答答阿陈生先啦。系啊，陈生问讲得啱。長者嗰方面咧，政府咧上一任何特首嗰陣時咧，啲講過話喺嗰陣時，我聽我未做議員嗰陣時，我聽過何特首話將來咧會喺喺唔知喺廣東一帶啦，總之一笪地方咧就起嗰個智障宿舍啊，長者宿舍咁樣嘅。但係我到今時今日咧。政府嗰方面咧，我哋質詢過好多次，因為我哋都幫嗰個智障人士嗰方面咧，幫佢質詢過好多次。但係政府個回音咧，而家又話想喺翻澳門做，而家跟住冇幾耐又聽到又好似係要去橫琴做喎。咁我覺得政府呢方面咧，因為好似係一個耍緊嘅手段喺度推搪緊。咁我覺得我哋嗰啲市民咧，尤其是智障人士啊，或者我哋嗰我都會有老噶嘛，我啲將來都會老嘅，會老嘅，所以我哋都要盡量追呢個政府，要呢個政府落實一個地方係俾長者，或者唔好話一定又係喺珠海啊，或者邊個地方一笪地方，總之澳門都好，你應該起翻啲長者宿舍俾我哋。唔係話就咁講，成日俾津貼係唔係話唔好，係一個好事。但係我哋最主要、最實際嘅就係一個宿舍啊嘛，一個地方，即係等於智障人士啲細路仔咁。你冇一個宿舍俾佢，你年年俾啲津貼，俾佢啲家長都好辛苦啊嘛。如果個長者嗰啲兒女都好辛苦啊嘛，所以我希望政府咧真係落落實實咁做呢份嘢，同埋公務員宿舍，我哋書面質詢啊、口頭質詢啊，同埋見政府，我都成日提嗰個公務員宿舍嘅問題。但係我覺得唔知點解政府係好似冇咗呢件咁嘅事。嗱，尤其是我感覺我可能今日講多咗少少。公務員點解要俾啲宿舍咧？尤其是保安部隊啦、前線嘅公務員啦，尤其是嗰個消防啦，好似今次嗱，好似天津咁發生呢個問題。你話消防員就係咁犧牲嘅。咁如果澳門有啲咁重大嘅問題，唔好話消防員一定要犧牲啊，佢係咁冒險去做呢份工作。但係佢個保障係乜都冇嘅，又冇退休金，又冇房屋，乜都冇嘅。佢續約一唔續約就乜都冇曬啦。咁變咗係嗰啲前線點會同你賣命啊？點會同你搏命啊？咁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多啲諗呢樣嘢嘅呢個問題。咁我好多謝陳小姐話讚賞我哋黑沙灣嗰個海灘嗰度車位。咁呢啲係唔好話點樣讚賞嘅，應該係要咁做嘅。有事個有問題嘅，我哋應該同政府溝通，要政府解決呢個問題。如果政府話我哋提出嘅意見，政府肯解決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好咯。咁至於高小姐呢個問題咧，葡國退休金嘅問題咧，我哋個協會咧就叫咗好多人簽咗名。我哋嗰封信咧俾咗陳海凡行政法務司司長嘅。
佢話研究呢個問題，我哋都多次向佢提出呢個問題，向佢追問呢個問題。特首我哋都去同佢傾過呢個問題，佢哋都係研究緊呢個問題。所以政府喺呢方面咧，我諗佢哋係推卸緊責任啦，或者唔好話講佢推卸緊責任啦，或者佢諗緊一個方法都未定。冇錯，我哋一定要跟呢個問題。高小姐，你喺呢次今次再提醒我呢啲問題，我哋一定要再向陳司長再反映呢個問題，多啲反映呢個問題，因為呢個退休金咧，多數都係老人家嘅，同埋可能係一個比較單親一邊嚟嘅。一個佢個保本已經唔喺度㗎啦，咁所以我哋咧好關注呢個問題，所以好多謝阿高小姐提醒我哋呢個問題，我哋一定要關注呢個問題。好，咁仲有少少時間咁就同阿仔哥講埋啦。對於今呢兩年嘅議會工作你俾自己幾分？咁未來嘅嗰個方向係點樣？咁俾分咧，我感覺到應該係俾市民俾我分嘅。咁、今日主持一定要我講嘅，我最多俾我緊緊合格啦。緊緊合格啦，因為仲有未來仲有好多嘢我要學嘅，因為我坐咗呢兩年，我都喺度摸索緊嘅啫。所以我嘅成績應該係俾市民咧，就應該就唔係好滿意嘅啦。所以我跟住呢兩年咧，我就盡量多啲。學多啲嘢啊，盡量多啲向政府發問啊，啲咁嘅嘢。將來我哋嘅做法就係一樣係向政府發問，同埋向政府追究呢個地嘅問題，同埋我哋向多啲向政府關注一下我哋嘅保安部隊嘅問題，同埋宿舍啊，同埋佢嘅退休金問題。好，咁今日向選民報告二啦嘅第一集啦，好多謝大家收睇嘅，我哋聽日會講一講點樣協助引青走出社會，多謝你，多謝。